其實好得意嘅。你做演唱會咧係有壓力嘅，因為你想做得更加好。但係的而且確唱緊嘅時候就喺度減壓嘅，所以咧好矛盾嘅呢件事。但係我係好開心咯呢件事。買嘢減壓，因為上次有人捉到你買嘢中。誒，你去行街一定經過好多鋪頭啦。如果經過間間都入去買，好唔掂㗎啦，我就。佢哋幫你改咗個新名喎，叫特種兵喎。點解啊？話你精力旺盛咯，即係開 show 期間都可以抽時間 show 咁樣。嚇？唔係啊，我已經唔算。我比起其他，我唔算。比起我啲同事更加唔算，佢哋真係勁㗎。譬如我哋做咩呢啲唱到三四點，咁第二朝早一早去又唔知出去邊度食嘢又剩㗎，十點鐘。即係我哋四五點慶功完，咁第二朝十點嘅當然翻香港，翻香港之後又打邊爐啊，又去買下嘢啊，咁啲好勁㗎。佢哋連續三日三夜冇問題㗎。我啲唔算冇渣㗎，我哋。即係你都係兵，佢哋先係將軍咁樣啦。他是老闆，他是老闆，挺害怕的。我去吃什麼，哪裡找東西好，我只要問他們的，我不懂吃東西的。因為不即平時要很即不可以吃那麼多，所以要想吃好東西就問他們的。他們是很厲害的。你現在不可以吃那麼多？沒有，其實我現在我想來說，我剛才吃了四個麥樂雞的，因為真的很肚餓。我經常覺得人開始大了，如果有一天不起樹，跟住回想一下自己有啲嘢未食過，好慘咁樣。再撐多四嚿。唔係，咁即係嗰啲冇益嘢，即係其實間唔少我食少少嘅，即係好耐冇食。你一咁講，我就好耐我想食車仔麵，突然間好耐冇食車仔麵。但係呢啲嘢係會肥嘅，諗唔理或者一陣間完咗呢度去食先。好 ，OK 啊。珍珠奶茶會係啊，呢度已經好多嘢食㗎啦。我陣間去 explore 下呢樣嘢先。好，而家翻嚟食一陣就好啦。係啊。